我们开发区总队组织民警设卡检查车辆，这时候发现一台黑色的轿车，减慢了速度，有想挑头逃跑的这个趋势。正好一辆公交车进站，他无法挑头，就熄火停在了路边。哎，好可惜了，喝酒了。 那抓这么严，喝酒，你为了自己，为了别人安全，我家就在这儿，能一分钟到。据这个驾驶人自己交代啊，他今天中午参加一个同学聚会，本来已经戒了4年的酒，但是谈的比较高兴，自己去喝了2瓶啤酒，就是抱着侥幸心理就开车上路了。